如风说梦幻，八卦天天看。 F 哥天价买第一效力封印鞋，打造史上第一武装，五特技加五封印，无人可以超越。福战神豪 F 哥近段时间的更新力度只能用恐怖如斯来形容。昨晚他在直播当中给大家展示紫禁城福战武装的最新状态，全身拥有四特技带愤怒和五件封印装备，装备一共加了 9.45% 的封印命中率，这个号就是梦幻西游史上第一武装。 F 哥史上第一武装的装备如何，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吧。一、全服第一的效力藏刀封印鞋。为了从2008买到这双鞋子， F 哥直接开出了一个无法拒绝的价格。根据 F 哥直播透露的消息，这双鞋子的成交价和金青封印男头差不多。二、梦幻孤品160金青封印男头，封印命中率加了 1.9%。 三、全服第一的愤怒封印腰带，封印命中率加了 1.89%。 四、全服第一的诅咒封印项链，封印命中率加了 1.85%。 五、提领双加的160封印男衣服，封印命中率加了 1.82%。 六、160罗汉金钟神佑长杖，买入价达到了惊人的100个。在买入全服第一的效力封印鞋子之后， F 哥100个买入的金刚怒目封印鞋子以及160愤怒效力腰带将作为备用装备来使用。 F 哥这个武装号有好几套灵饰，他在直播中只展示六治疗的前排灵饰以及无法防疫气血的后排灵饰。 F 哥会将新买入的160效力封印鞋子重新进行熔炼，并且会在203连符战开始前运到紫禁城服务器。上个月的202连符战当中，紫禁城最终夺冠，这个月他们就是冲着卫冕的目标去的。 F 哥坦言，只有冠军才能配得上他这一套武装号的装备。值得一提的是， F 哥在直播中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，那就是他的武装号与女儿号相比只能是个弟弟。 F 哥的第一女儿到底有多强，让我们一起期待他展示的那一天吧。